相信玩重金属摇滚的吉他手都对 Mesa Boogie 这个品牌不陌生，它以极致扭曲的破音效果著名，同时还是山塔纳、艾薇儿等知名歌手的御用款。其推出的 Mark V Combo 为全真空管回路，并提供多达三个频道，分别有六个独立旋钮可做音色的细部调整。另外搭载的 Multiwatt 功能也支援 10W45W90W 三种出力，供乐手适时试锁的变换音量。若能善加运用 EQ-on/off 功能，做出软、硬、松、紧等多样声音特质也不难，无论是低调甜美或是暗黑轰炸的风格它都能完美驾驭。仅需注意真空管的定期保养，建议先做好功课后再入手为佳。温暖的木质外壳配上平滑的圆角包边设计，来自韩国的这款吉他音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再者，纵使体积仅不到一个手掌大，却内建有四寸的单颗喇叭，使之拥有充裕的音量，当中还能自行操控增益、高低频及总音量等参数，不仅可应用于日常宅练，小型的社团活动也难不到它。更棒的是，使用者可选择变压器或以 9V 电池供电，遇到没有插座的户外场合仍能派上用场。虽说文青风造型十分有特色，但音色呈现似乎较为单薄，或许较难满足资深乐手对细节的需求。若提到硬式摇滚，那想必无法忽略 Marshall 的 MG 系列，其经典的品牌 logo 不仅令人印象深刻，整体简洁纯粹的功能也为魅力之一。它内建有两个频道，并由 Clean 与 Overdrive 可做选择，能带来不同反响的失真与扭曲效果。即便体积不大，它却也能发出惊人音量，使弹奏出的每个音色都相当扎实且力道充足，当与其他乐手一同练团时也不怕声音被盖过。若平时有深夜练习的需求，它还能接上耳机改为静音模式。在多项特色加持的同时，其售价也很合理，因此更被公认为最佳的入门练习音箱之一。若要找一款适合大型演出的吉他音箱，挑选 Roland 旗下的 JCF120 应该不会让各位失望。它具备有两个12英寸的单体喇叭，并且提供超震撼的 120W 大功率，音量之大就连大型的音乐厅或户外空间也可驾驭。而除了为人推崇的干净吉他声，据悉更是全世界第一个加入立体和声音效的音箱，能藉由丰润的乐音带给听众身临其境的感受。此外，其不仅能忠实呈现乐器的基本特性，双频道也都可使用三段 EQ 等化器来变换音色，享有能进能退的优异特性，难怪自1975年发表至今，仍是众多职业乐手心目中屹立不摇的传奇款呢。Bass 的这款搭载了 6.5 寸的低音喇叭与圆顶高音喇叭，并有 Biamp 双扩大器与特殊后倾式音箱设计，使整体声音的投射效果相当出色。同时，它有支援三频段等化器的吉他与麦克风双频道，不管是高频、中频、低频皆能随个人喜好微调。而当中的麦克风频道内建有 Enhance 效果，不仅人声听起来更显饱满、清晰，也增加了声音的穿透力。至于吉他频道则有常用的 Delay 与 Chorus， 丰富了弹奏木吉他时的乐音表现，而就连自弹自唱中常见的回授问题，它也有 Phase 开关可降低干扰，甚至还可用纳指滤波器将该频率完全消除，想必有了它能让自弹自唱变得更有看头哦。若想兼顾宅练与外出练团时的一致性，雅马哈这款组合式产品或许更为实用。其重量不到5000克的音箱头，可做出 L84、6V6 等五种真空管模拟音色，提供结实、柔和、清脆等不同属性，并特别在讯号处理上做了优化，即便低音量时依旧享有高动态的表现。不但可搭配附属的12寸单体喇叭，
单独携带制链团式连接不同音箱也照样保有优良的音质。如果想进一步调整参数，更可透过 USB 连接电脑使用 IR 箱体模拟技术更换多种麦克风，与业界相匹的拟真收音效果，对专业乐手来说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在音箱界独树一格的 VOX 受到众多乐手青睐，就连知名的 Beatles 也是爱用者之一，原因不外乎是其极为干净的 clean tone， 令人一听就爱上。此款音箱也依旧维持一贯风格，备有 6.5 寸单体喇叭，并提供 10W 的输出功率，强而有力的音量作为一般练习已绰绰有余。而音箱上亦有 clean 与 overdrive 按钮，让人能在清亮音色与独有的破音效果中及时切换。外观上则保留了招牌的菱角交织花纹，给人隽永的古典气息，同时它共有黑色、红色以及英国国旗三种版本，相信各位能从中找到心仪的一款哦。除了自我练习外，站上表演舞台也是许多人的向往，而这款想必能帮助乐手一圆梦想。当中有高、中、低的独立控制钮，并已内建了五种音箱模组，让人能随着不同曲风调整合适的吉他音色。再者，其还能将 CD/MP3 音源直接输入音箱，使弹奏时有丰富的伴奏，再搭配上麦克风即可摇身为艺人乐团。不论是学校热音社的成果发表或是街头演出，有了它便能让表现更出色。不仅如此，原厂还提供免费的线上吉他教学影片与可伴奏用的背景音源，再再都替表演功力再升一级。纵观其强大功能与完整的售后支援，可说是最适合的吉他音箱首选。众人耳熟能详的 Yamaha 一直是购买家庭剧院乐器等设备的极佳选择。 TH-R12 的功能相当齐全，除了可连接吉他等乐器，并能透过各种扩大器来诠释不同类型的声响以外，还能透过蓝牙配对连接智慧型手机，用以播放音乐或是藉由 THR Remote 来代替脚踏板控制效果音，摆脱音箱古板的既定印象，用现代的智慧操作大幅增加便利性。当然，这款商品最大的优势就在乌与同类型商品相比极为轻巧的体积与重量，搭配原厂的专属鞋型带，在搬运时几乎不会造成任何负担，接近一般音响的音色调教用来听音乐也毫无违和，是具备极大运用弹性的商品。 Fender 在制作吉他、贝斯等弦乐器的厂商中可说是相当资深，当然在各种配件上也毫不马虎。这款音箱采用全真空管设计，搭配定制的变压器以及纯手工配线，呈现出媲美精品的质感。功能部分则内建残响 Reverb 与颤音 Vibrato 二种效果音，并且可透过底部的踏板进行切换，以12寸的驱动单体呈现出极具动感的强劲声音表现。其内建的两组1/4寸输入孔分别支援 Custom Vintage 两种不同频道，可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音色风格，包括经典 Bassman 与适合中强度音乐类型的 Deluxe Reverb， 对表演者来说是相当专业而且可配合个人演奏特性的杰出商品。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